原来的剪纸是很死板的，现在是这剪纸都要有活灵活现的，那月看起来就跟照的照片一样，有立体感的东西才是叫工艺品。什么叫剪纸，什么叫工艺品，要分清楚。要学会做剪纸，要学会磨剪刀。这个剪刀是我从买回来，我们要经过自己的打磨，打磨薄才开刃。开刃一个剪刀可难开了，开不好这个剪刀就废了。这些刀都是我自己做的，买不着这种刀。12岁学到18岁，最后我学会剪，就是我给别人剪画，别人给我红纸。剪的剩的一半的红纸就是我的，就我可以再剪，我再剪的画就拿到县城的大桥上卖，剪一个小画是2毛钱，就那样一叠一叠的过来这么多年。做的小猫咪，它那些边上的毛必须得要做小，中间的要做大，才能学起来鼓形的这个感觉。最满意的就是这个花开富贵，这个是我去年做的，做了4个月，还做了一个那个大展宏图，那个画就一年做了2个大型的作品。我那时候是学画学了6年，学剪就学了8年，后就去西安有一个剪纸活动，有人请我去，在那里参加了一个剪纸竞赛，获了1名的奖，在那儿是有一点小小的名气，办了一个剪纸的学院，教小孩干了8年。我从小就得成果不全，叫我玻璃娃娃，上学上了2年，再就没有上成，后来生了个小孩，小孩跟我有一点遗传，我感觉我自己是残疾人，我的心态，我的人品，我不残疾，拿我的剪刀，我要闯一片天下。社会上三观九流，人很多，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。对我来的说想法，怎么能做些有意义的东西？人剪出来的东西才有灵感，才有灵魂，不能把中国真正的在这个传统给搞得没了。我的梦想努力想把这个技术传承给真正爱学习的人，爱做的人。